我有一个问题哈，就是在4年前，您自己照顾您的父亲吗？4年前，我母亲还在世。所以你是因为母亲去世了，才找了这样的一个女朋友？倒不是，那是我们认识是非常偶然。您母亲去世到您找到这个女朋友来接手您的父亲，中间有多长距离？也就隔个1年半载。那么那1年半里头，您照顾父亲照顾的是怎样的？还行，因为我父亲本身就能生活能自理。假如不是您的父亲的话，您还会考虑和他在一起吗？会的。犹豫？我就想看您要犹豫多久，这一个停顿咱中间究竟要持续多少秒。怎么说呢，我觉得吧，就是我跟其他老师观点还不太一样，就是咱都已经读到这个时候了，没必要非得在一起。早点分吧。